到两个人在身后背着东西，他们到底是外国人还是什么？反正我一回头有个女的，那肯定是中国的。哦，还真是有一个外国人，一个黑人。然后就是他跟另一个中国女的两个人在相互飙英文。确实是外国人，那个女的好自信啊，她说英文的时候特别的顺溜，也没觉得多纯正的，但是她说的可自信了。